基湖环保站的哦环保负责人师兄在说啊，那边的土地哈、哦、不够行业安尼啦，啊，所以我们夫妻两个就诶讨论一下，就不然我们这块地也没有在做什么、啊，都放在那边，不然就提供出来。哦，给慈济做环保站，那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举动，因为毕竟你除了帮助自己有一个更大的环境可以去做那么有意义的事情以外，那你也可以让更多人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做那么好的事情。